不打干啥呢？这是脑子不好使，俺们家一直5-4都打不过呢，还没跟你说吗？尼可那塞拉斯，俺们团打赢了，他妈在中路逛街，人家兰博回家去拆高地去了，鱿鱼回家，鱿鱼很明显鱿鱼打不过，人不回家，然后要去帮着那个莫甘娜去打龙去。你说人一个打野用你他妈给去打龙吗？然后他跑去中路去了，跑中路收兵，然后推塔，早就能推掉那个塔，他不早点推，他不跑去中路收俩兵，完事儿去帮莫甘娜去打龙去，像精神病似的。长剑三红，行了，别气了，行，下一把拉倒。瑞文不行，那三段 Q 连头都不敢回。还行啊，这烟雾弹虽然是烟雾弹了，但是我给它换了。耀光是不是不太好啊？感觉这样呢？啊，耀光吧，打人疼一点。No flash。上啊！哇，后撤步，扎克的飞也是醉了。就是这波你不用帮我推，我自己能行。哎呀，这咋这么卡呀？为啥呀？怎么还跳上聘了呢？卡呀！
全部人吃不开。打一套三分之一，快点上回家。抠死！运气比较好。我特意等了一个耀光的伤害，都没好使。这蓝枪怎么都升到六级了？我天哪！其实我操作慢了，正常能打得死，差一个 Q。快点，卡特，可以打。OK。这个瑞文啊，很有可能要过来堵我，我们小心点。三十秒有大，这波打不过。二十八秒，你干哈呢？这不用传，那蓝枪打不过我，我这老些兵呢，妹妹啊。让他上他都不敢上，传的太快了。1833。干哈呢？这是。这是啥玩意儿了呢？哎，我发现我这运气是真差。那瑞文菜成这个样子，我操！我们家还劣势，我天哪！我能打了快五把了，我没有一把优势局啊！我的妈呀！玩什么呢？咱也不是多靠着打野，这打野一共就来了一趟。
非得摸我两下，回家。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제압되었습니다적이학살중입니다상단대点烟是这样的呀是啥样的呀那我传我要带传送传送无锡地呗无限传传完下路传中路传完中路传野区是吧这跟带的技能有啥关系呢你这是炮车，你别给我吃。蓝枪赶紧来，这边蓝枪来就双杀。快点过来！20秒有点烟。现在我们耗他血，我估计是随便耗。都没抛出去。你是不是以为你有盾就能不掉血呀？不会吧？你不会以为这波塔下我能让你活着吧？啊？我都服了，怎么卡成这个样子？那人怎么抬的手我都没看见。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换个节点吧。换个节点。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扎克下路不行，过来帮我呀！你帮我，然后你打峡谷，那不都随便拿吗？他俩也打不过俺们俩，你就别帮他下路了呗。你净挑人家在的时候打架，那瑞文去中了，你打他干哈？我是打小兵了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把他转起来啊？不行，右边去不了，
蓝枪来了，我没有大，我有大还行。算了，回家吧。往右边去就死了，死了就会断我们的节奏。我就请问一下，那三个追一个能追死不？他怎么能一技能放的这么歪呀？小龙也没有，峡谷两个，一个也没有。看看啊，这把靠卡特。不敢上，没事。这把得靠卡特，也就卡特琳娜这把玩的还行。我们团战让他收割收割，先杀这蓝枪。26秒，来。我卸手了。25块钱。哎呀，这个卸手耽误挺长时间呢，耽误挺多事儿呢。哇，天，没事，我死不了。黑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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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黄毛不行啊，伤害有点高。漂亮，小龙。粑粑人来的时机挺好啊。算了，有上路收兵嘛，中路拆不了，我们回家出魔切。这把出个15感觉行。999。哎呦我操，这个装备。青雨收集者，狂风之力。说啥也没用，跟他对伤害吧。出个15，这辅助不就一个人吗？哎，这瑞文没有伤害，可以粑粑人漂亮。下路我们收一波。
这蓝枪挺记仇啊，我去打野他就是个屁。往这儿走来，一换三，一换三打他干嘛呢？这乌鸦有没有沙漏啊？没有沙漏，那在中路晃啥呀？追，追追试试看。啊，不好追，跑太快了，这玩意儿。谢谢小彤彤529的飞机儿。谢谢小彤彤的飞机儿啊。从哪里搞的红守中去，我们家兵线永远都差，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扣的挺准的。小龙，他们为啥要打大龙啊？人家打野也没死啊。哎，他们凭啥打大龙啊？我操，为啥不早下去啊？哎，为啥不早点下去啊？这个旁边不都在呢吗？那人卡特打着蓝枪，我们打他不太疼。两条小龙，其实这波算赚了。我去下路推吧，我就发现这个兵线永远都是对面往出推，我们家是永远都没有线儿，所以这个下路一塔我必须得给他拔了。你看这线没？没人收，可能也是没人敢收。还是有伤害的，他把闪交了。我是不是一小兵好一点感觉？不跟他打好了，我应该撤。差300，魔切出完出个黑切。
시작이야给你狠的，给我 A 死他来！你别怕，你有什么好怕的呀？你这是你硬点的，他怎么他还敢回头啊？一个人跑我们这野区来了，给你牛的！给你狠完了，天！三个十六级，卡特小戴，卡特属于是个正常人。这才是个最正常的操作，最正常人的一个做法，一个打团思路，会放技能，咱谁也不是那个黑铁青铜的，这都快白金了。没那么菜了。三打四，算了，不打了。为了避免打完丢小龙丢大龙，我觉得还是算了。后撤啊！你后撤，你后撤，我被 E 到的倒没事儿。没关系，打他个金身，打他个大招，我没有大。你怎么跑上路去了呀，妹妹？那上路能去吗？来，这刮我刮我挺疼啊！往出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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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拉，好，这个位置差不多。你怎么敢一个人下来的呢？啊？我发现你有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们去，我直接推中。他们连我线手都没打出来。哎哎哎！别这样啊，我心脏不好。搓一搓，搓一搓，搓一搓，那个搓一搓。这个蓝可以给金克斯，但是我觉得他不配，所以我们把这个蓝拿掉。
回家，春哥直接一波，直接一波，这波直接冲 ，go go go， win， 完了，上来死一个。我打死他！你这杀不压吧？哇，漂亮！那瑞文人呢？这把卡特要是对面阿卡丽，我告诉你们啊，又没了，又没了。瑞文下路了，这瑞文要是能赢游戏，那我那把那鳄鱼也应该能赢，你知道吗？要不然他就不公平。竞技游戏他得讲究公平。